其实我跟别人聊天我也会觉得害怕。在我还很小的时候，我妈妈就有教我们唱歌，就是通过唱歌的方式去宣泄自己的情绪。我觉得音乐对我而言就像是进入一个虚拟世界，心情好与坏在我看来，我都会用歌曲去把自己的喜怒哀乐表达出来。打响十人营金音终极战总决赛，4月13号晚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隆重举行。